那个投影片二，他说文字方块转换为什么啊？那有什么文字？哦，这个，那这个地方，当然你可以看到哦，其实蝴蝶它的一生大概就是先什么，先转，然后再幼虫，再蛹，再成，哎，有没有？可是问题来了，你这样叙述说真的也看得懂，可是呢，就感觉好像差了一点东西。哎，最好是可以画个图，让它用图来表现比较，或者甚至有个箭头循环的样子。哦，那怎么做？特别做以后，你可以列清单，就把这个清单选起来，就按右键。右键之后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个很棒的功能。这个功能我蛮强烈推荐各位以后一定要用，因为我觉得这用的整个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你可以什么转换为 smart， 什么叫 smart 哦？按右键给各位，好，点一下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，你要做循环，马上就循环了，有没有？你如果用刚刚的文字跟这个，我感觉这个实在差太多。啊，当然这个还有没有更多？其实有，题目里面要求是哪一个？其他的，他要的是循环图啊，有很多嘛，全部清单类的，哦，你可以自己试试看哪一个比较 OK。哦，像这种清单啊，他要的是循环图，所以找到循环，因为一个 cycle 嘛，哦，那里面的话还要的，记得它是要区段的循环图，所以按区段循环图按确定。哎，你会发现就是长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也就把它 smart 其实这个功能哦，主要的用途就是帮你把文字快速的变成图，让它看起来哈，哦，更加的醒目。OK， 啊，所以以后啦，不管，而且这个功能不是只有在 PowerPoint 有 ，Word 也有 ，Excel 里面也有。所以呢，你以后 Word、Excel 也要用这个功能，你也可以把它用类似的方法来做。哎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加上去之后的话，哇！跟刚刚应该是差别还蛮大的，有没有 ？OK 哈，第一个，第二个的话，题目要我们就做什么？第三个投影片应该是第三个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就完成了区段投循环图。那投影片三的话呢，它做什么呢？六边形图组，然后呢变更色彩为彩色辅色，哦，啊在哪？这个地方一样点选这个，不过它本身这个投影片三里面呢已经是这个。什么啊？只是说你要变更，要，啊，怎么变更哈？你可以点击上方有个设计，设计里面的话，预设好像是这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泡泡图片。不过这样感觉好像泡泡图片虽然可以表现，可是好像表现的不是那么强烈。所以我是建议啦，哈，它题目是要我们做哪一个？前面这一个有没有？哎，这个泡泡的，这有点分布的效果。那前面的话呢，哈，哎，这个感觉有点像，感觉比起来的话。好像似乎用这个六边形的图组，这个感觉效果好像会比刚刚那个还好一些，好，所以你可以点点看啊。当然如果不好的话，你可以什么，这边还有其他的，有没有这么多？你也可以让它再跑跑看哪一个比较 OK， 哦，有没有？哎，它可以乱选，反正你就是移动，它会自动预览给你看，啊，选一个这个 OK， 这样就完成第一个。另外第二个的话呢，变更色彩，它要什么呢？就是彩色。哦，辐射这个，所以你把它往上移动，换个颜色，因为它本来是单一颜色，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再去找了。当然以后你如果要做个变化哈，你可以自己再利用这个效果把它点一下。OK， 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了第六题的这个部分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哈，就是设定那个简报播放只能够播放一，其他不能播，为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因为刚刚我们怎么样，已经有做了那个。就是你现在播的话，它可以从第一张一直往下点一下，哎，我看，哦，我好像刚刚是不是已经设定了，哦，一到本来是一到十三，意思说你可以全部播放，哦，比如说我现在播放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，但是以后的话，哦，如果说你今天呢，假设这个简报哦是放在某一台电脑上面，你让人家不能够随意的从头到尾播放，而是只能透过什么？透过这个超连接播放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从哪个地方做设定？一设定啊，不是制定哦，设定投影片放映的方式，让它呢播放啊放映投影片呢只能够放第一张，因为第一张是主页，其他的话必须要透过第一张才能够连接过去哦。那怎么做啊？一第一个放映投影片把原来一到十三哈，或者全本来是全部哈，改成一到一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它播放只能够第一张，啊，其他呢，其他不能播，除非你用超连接连过去，否则不能播放。OK， 好，那按确定。
那效果有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推面播放。你会发现，如果你要播下一张，点一下就离开了，它只能够播第一张。那你想说，老师，那其他的推面怎么办？哦，你只能透过这里点一下，有没有蝴蝶的一生？那它会怎么？点一下，它又跳回来，所以它只能跳这个蝴蝶一生哦，然后再点一下又回来了。然后呢，蝴蝶台湾蝴蝶的类别有没有？它会跳到刚刚那个第三张，那当然一样哦，往下播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，播完之后的话呢，它又跳回第一张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这个的好处就是说呢，以后你可以自己建一些超连结，然后呢，可以动态的针对不同的什么这个你要介绍的族群，然后你去点选你要的那个超连结，比如说像这个当然是第九章到最后一章，比如说这个是宝玉类的蝴蝶，这个常常我在这个好像在深山里面常常看到这种叫什么康尾凤蝶 ，OK 哈，然后这好像比较少，你好像没看过哈，这叫什么珠光黄山凤蝶，这在哪里？OK 哈，然后这个也是啊，大紫，这个好像有看过，大紫蛱蝶 ，OK 哈，然后黄山凤蝶 ，OK 哈，然后鼠凤蝶等等 ，OK 好，它又回来了 ，OK，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，我们可以呢做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简报介绍，那主要是利用什么？利用像播放的方式可以制定一下，还有超连结啊。然后呢，再利用那个 smart 有没有 smart 的话，你会发现，这效果完全不一样。然后呢，这个还可以介绍甚至用一些其他的效果哦，让这个简报呢，变得完全不同哦。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哦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哦。那最后的话一样哦，把它怎么样？把它存档哦，储存档案的名称的话呢，就是 PPA。这个是210的部分，把它另存新档，然后存档成 PPA210， OK，